好，大家好，这位是呢华联总会的王副主席，王主席您好。那么今天呢，在这么大太阳下，我们在这个露天的场地下来召开这次反香港暴力，然后这个和平夙愿的这么一个集会，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呢，召集了全家华人，都发起了这么一个强大的一个号召。那对于这次活动呢，您的想法是什么呢？我作为华联总会的副主席，对本次的活动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。当然今天能聚集在这个广场，也都是我们旅居海外的祖籍国的华侨华人。今天这个活动呢，我觉得非常重要，因为香港是我们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我们支持香港政府履行好这个一国两制的方针，对于近期香港某些人的一些动乱行为，我们华侨华人应该是有力的谴责，使香港这个政府、香港特区的政府和香港的市民走上这个健康、正常的生活轨道。好，谢谢王主席。